金星距离太阳比地球近 30% 左右，科学家们通过观测发现金星表面温度高达465至485度。为什么金星表面温度会这么高呢？现在已经知道金星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高达 97% 以上，大气底层的二氧化碳含量还要更高一点，达到 99%。金星在天空中显得特别明亮，它的大气可以反射大约 76% 的太阳光，其余 24% 的太阳光穿过金星的大气照射到金星地面。这个照射到金星地面的 20% 的太阳光中，本来有一部分会从地面返回太空，但是金星大气层就好像被金星盖了一张大棉被一样，起到了阻碍的作用。由于这张棉被的作用，太阳辐射的热量在金星表面附近越积越多，产生所谓的温室效应，温度也越来越高，以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。